首先我们看这块区域，我们是在这个地方，剩下的两个队肯定是在这里，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队开始开先开战的几率是很大的。咱们就可以渔翁得利，渔翁得利，得利，渔翁得利。你打我对不起，我要砸舌头，砸舌头。我们今天要杀莫三结义，然后我是大哥。我是大哥，我叫刘潇，你是关泽人。好好听哎。这里是啊 Justy。 哎，其实我是大哥，因为大哥你想刘备吗？刘备备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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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baby， 那就是我就是大哥。什么玩意儿，脑子怎么想？哎，我是大哥来准备了，拜一下，三二一，鞠躬。我去了。三二一，鞠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哥三弟，大哥二哥，切！但我听到枪声了，在那边，他们已经开始打了吗？不要参与他们。你鬼主意那么多，为什么今天这么丧？没有啊，今天这就是我的计谋啊，就让他们互相残杀。我们这样打不到他们的，因为我们隔太远了。那我现在不去把车先开过来？要把车开过来。然后我把它拿过来吧。如果无敌下一个是我们队里面的人，那就很亏哎。程潇无敌模式开启。什么鬼？车来了吗 ？Justy，Justy， 快点！无敌！不行，我觉得我们到他们那边，我们就要那个什么了。几分钟啊？我今天发现了我人生中的两个新的乐趣，第一开车，一开车。怎么办？我是无敌模式。走。我们两个人坐吧，坐两边。小心点啊。等一下，停！乔恩姐，乔恩姐，潇潇，他们在哪儿？在那边。那边有一个队开车过来了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因为成像是无敌模式。哎，我们隐蔽一下，他们是无敌模式，来，隐蔽一下，隐蔽一下，隐蔽。小鬼，哎，隐蔽一下，好。来了吗？是不是往这儿来了？他的无敌快到时间了，他的无敌还是无敌状态吗？对，是无敌状态，程潇是无敌状态，但是马上到时间了。程潇无敌模式已关闭。耶！程潇无敌模式已关闭。看吧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撤了撤了撤了。呜呼 ！Come on， right， right， yeah。你是？我是天上的仙女。
今天欧阳锋要来挑战本仙女，欧阳锋人呢？蛤蟆功，蛤蟆功。呱呱呱！什么鬼啊？呱呱！发射绝绝招！发射绝招！我这儿太痛了，我这儿太痛了。好了，宣布成绩，刚刚那个高空夹击赛2-0，Justin 这边获胜。